慢慢的，我们会进入水气病的重心。等到我们介绍了后面的处方的时候，会回头再让大家再去看一些调变，让大家更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水病怎么来的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的话，你看到临床上看到病人的时候，你处方开下去就不会有很多的失误在里面。好，接着我们继续看这个调变。讲到寸口脉，就是阳脉，也就是心脉，也就是肺脉，也就是胸腔，指的是上焦，都称为寸口。在寸口，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脉。如果是沉而数，他说数则为出，沉则为入，出则为阳实，入则为阴结。这什么意思？沉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肾，就会用体会的。沉呢代表肾，肾代表什么？代表水。好，那素呢代表热。好，那胸腔的脉，寸口的脉，为什么又是有水又是有热？这个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一个人呢，当他有表实的时候，就是皮肤毛孔闭得很紧。这个皮肤毛孔闭得很紧，包含了很多。有的人是先天生下来就是12月1月冬天的时候出生，在大陆北方，在出生在黑龙江，出生在加拿大冷天的时候，那个北方的人呢，他皱里比较紧。还有呢，太太小姐们，我不要流汗，我就躲到冷气间里面，也是表实。他想尽办法让冷气去把它表固住，不要流汗，因为流汗味道不好，不喜欢。这也是属于表实的一种。素呢代表里面很热，那寸脉的会热呢代表肺里面很热，因为这讲的就是肺。也就是说有一个人，这个条件讲的是这个水怎么来的，包括我们的女孩子生的子宫肌瘤卵巢瘤怎么来的。好，这个人呢胸腔里面很热，但是表实，我们胸腔里面很热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热散掉，要从表来散掉。可是他表很实，没有办法散掉。这个讲，他就讲，好，出则为阳实，入则为阴结。什么叫做入？又根据到后面讲，扶阳脉为而旋，讲到扶阳脉就是胃。好，现在大家现在慢慢进入水病的重心，我就慢慢告诉你，我们身上水的来源。第一个呢，当你喝水喝下去以后，胃里面的火如果是正常，所谓正常人就是胃里面有热嘛，胃热，这个蠕动，胃任何东西不断的动，就会有热产生。好，你说那个过冬鹅，它不断的跳动，那热啊。好，热呢，当你的水饮喝下去以后，在这里就气化，这是第一次气化。第二次呢，是你的食物。你吃了食物下到胃里面去，然后到咀嚼以后到小肠里面去，小肠再到大肠变成潮薄跟水，在小潮薄跟水的大肠以后，水再经过小肠的气化，第二次水上到肺里面来。这个水进来以后，含肺这个胃里面的水进入胃里面，水会进入我们三焦系统，慢慢进入内脏，这两种水混在一起，所以肺里面的水呢是来自大肠。这就是大肠跟肺互为表里关系，就叫做胃呢是土生金，土呢包括了胃土，也包括了脾土。哪一天土不能生金，什么意思啊？当你胃消化很好正常，我还有吃东西，也有口渴，也喝水，结果呢这个脾呢里面很寒，脾里面很冷，肝里面很冷很冷，或者是实，脾家有实，或者肝家有实，挡到了，这个水胃里面消化掉以后，想传给脾，想传给肝，想传到三焦系统里面，它因为里面有实症挡到，其实这个水到了三焦系统里面以后退出来，进不去，进不去以后呢，就是堵在这边了以后，
这个水就慢慢日积月累，累积在脏和腑的中间，累积在三焦系统里面，累积在我们腹腔里面，所以这就是腹水的来源。好，那当然这是比较严重的。这里呢讲的只是说女人家为什么她会有子宫长肿瘤啊，子宫长肌瘤啊，什么东西，为什么。好，这个条片只是讲这个。好，我们慢慢带大家深入进去。当你了解了这个生化过程以后，你当然知道怎么处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也知道什么样的治疗是正确的，什么样的治疗是错误的。好，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。这里呢，因为这个胃，你看哈，胃这个扶阳脉就是胃气，胃而旋，代表胃气不足啊，旋代表有水，代表说这个人呢喝下去的水呢，胃气没有办法把这个水气化上来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少阴脉讲的是尺脉，你不要去摸少阴的复溜，太溪有太溪脉呢，少阴经有我们的三部九候里面，太溪脉是少阴脉。但是你不用要老是去摸人家膝盖，不那个踝裸不需要，尺脉就可以摸到。如果是尺脉是沉而滑，好，沉为病在里面，任何的脉你摸到沉脉都是病在里面的意思。好，滑呢就会实，里面是有实。中医呢就讲过，分为阴阳表里，虚实寒热代表里实。好，里面是实的，沉代少阴脉指的是尺脉，指的是下焦，指的是少腹。好，所以它的里面是滑。好，里面是沉又滑，好，这代表里面结实了，代表血结在包门里面。好，甲就是这个身的肿块，好，女人的硬块、肿块、肌瘤、子宫好肿瘤之类的。好，那甲没有办法泄出来，就造成经络也不通，所以呢，这个病我们称为血分，就是淤血堵到。所以你如果从这边回头来看，一个女孩子，你如果说不喜欢流汗。好，我常常躲在冷气间里面去。然后呢，你的胃气不够大，那胃没办法把水消化掉。好，日积月累以后，你的少腹就会比较寒冷。所以女人会有子宫肌瘤长，不管是巧克力囊肿或者 anyway， 我们中医不管那么多病，是因为水与寒相结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那水与寒相结合的话，还有代表淤血遇到。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开始啊，了解到当你们呢知道这个结到实呢，甲它是因为水和寒。那老师一再告诉我们，去水的时候我们扶灵，子宫里面太冷的时候我们把心阳往下倒到子宫里面，就叫桂枝。老师呢，这个里面有淤血遇到，丹皮桃仁啊，丹皮跟桃仁。老师，这个在腹那个姐姐的包门里面，经络不通，不通则痛，为了把痛去掉，所以我们叫它白芍。这就是处方，就这样来的。你说老师，这个处方很面熟，这是桂枝茯苓丸吧？后面会教到。好，所以你用意会的方式，当你用意会的方式的时候，处方是浑然天成。好，那老师，这个处方如果不够力怎么办？老师，他是寒很盛，血寒很盛。但是呢，那个桂枝不够力了，那我用附子啊，是不是用泡附子啊？如果还不够力，手指还是冰冷，用生附子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这个水去不掉怎么办？用硫磺啊，对不对？了解我说，处方就这样来的啊。所以当你用你了解处方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开个处方，哎，这个治疗子宫肌瘤，哎，吃了半天还没有好，我们再加重。老师，你怎么知道还没有好？脉还是尺脉还是滑，沉而滑，代表结这个阴结没有去掉，对不对？或者你到耳朵里面查一下，我们耳针上面查一下耳朵里面的子宫的位置，你用那个三棱针啊，不，我不是三棱针啊，吓死了，我讲错了，对不起啊、哦，你用那个我们探针，耳朵探针，不要用三棱针啊，它戳了每一点都痛啊。三棱针可以反过来，背面那个好，那个可以哈，或者是筷子，没有的话用筷子进去查一下啊，还摸脉也可以摸到，还有三阴交也可以摸到。三阴交的话，它直接落到子宫卵巢的地方，所以你如果在三阴交有压痛，压下去它哦很痛很痛，好像刀刺一样，代表里面是结实到了，哦有夹在里面，这个时候有针夹在里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可以开处方，啊处方就这样来了，好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原因，好，那你把它治好了，啊老师我把这个水寒都去掉了，这女孩子那个老师我怎么治它好了，脚热起来了，对不对？
是不是你如果把中医建立一个健康的标准，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？好，那你说老师，既然你这样讲，那如果西医进去，把子宫里面的肌瘤肿瘤拿掉，为了这个小太太还没有生过小孩啊，所以就把肌瘤拿掉。拿掉以后呢，我又为了不能拿掉子宫，因为子宫拿了她不能怀孕啊。好，就先把肌瘤拿掉。拿掉以后呢，他不知道，西医不知道是水寒寒了，所以又再长回来，对不对？再长回来以后，然后你再拿，再拿再长啊，对不对？中医说，等一下，没有关系，就算你有肌瘤的可以，我还是照样去水去寒。好，然后跟那个太太说，你要多运动，不要让他表实。好，不要太实。还有那个为了让你胃气不要那么冷那么弱，对不对？那冰串冰啊，什么四色冰啊，好，就是好少吃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吃珍珠奶茶，稍微温一点，不要太冷，诸如此类的，要告诉他。那如果说这个病人呢，我不要，我喜欢待在家里面，没冷气，那你就继续长肌瘤，这是中医对肌瘤的子宫瘤的定义，这样来的。好，那处理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病的源头，所以处方就这样来。好，那以后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很好的案例，好，我们再慢慢跟诸位介绍。那你如果说你把它水和寒去掉，去掉以后呢，它很容易怀孕了。这个妇女很容易怀孕，叫做正常。你说我不喜欢怀孕，那你不正常。好，是，但你身体很容易怀孕，可是你不想怀孕，那是心态不正常。正常的女人本来就该怀孕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如果说里面有肌瘤长到里面，或者是有什么囊肿长了，你都没有关系，照样可以怀孕。好，怀了孕以后，生完小孩以后，所有的病都出来，包括可能你的胎盘上都看到很多肌瘤肿瘤，通通排出来。好，所以说如果等到我们后面介绍到妇科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介绍我们如何在产前、产后、产中间啊，如何协助一个妇女能够顺产，同时呢，把胎儿跟妈妈同时保得很好，这都有金方都有动作了哈。虽然我们金贵很薄了一点点，但是很丰富在里面哈，很细腻的，好，所以我慢慢会再回头介绍给大家听。所以现在这个里面就学到了第一个，子宫肌瘤啊，女人的妇科病怎么来的，还有脉怎么去检查，从脉上面可以摸到，好，尺脉都可以摸到，寸口脉可以摸到病人这种情形，好。这个呢，继续这个调变，诸位看，病呢有血分，有水分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老师就说了，精水前断，后病水，就是这如中国人哈，以前那个书哈没有打标点符号，如果你想打个标点符号在这边，精水前断就是月经先停，以后再得到水病，这样就很好解释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前断，那个标点符号少一个，好。啊，以前那个竹简嘛，好，我们不能怪他，好，这叫做血分。所以女人如果有水肿，这有分两个解释。第一个，月经停了，49岁，七七49，天癸接，月经没有了，结果呢，病人开始水肿。好，还有一种就是她的水肿每次是月经以后开始发生水肿，这个我们叫做血分的病。血分的病代表说子宫里面长东西了，好，卵巢里面长东西。这个病呢难治，这种都是实症啊。这下面呢，先病水，好，后经水断。打个逗点在这边的话，刚开始先病水肿，因为水肿了就月经停掉了。好，那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月经停掉，月经没有问题，那是因为水病，他本身有水病，所以造成月经停下来。那这个叫做水分。好，那这个病很好治，把水治好，那月经自然就好，你不用去治他的月经。好，所以我们回头看，经水前，好，有月经停了以后开始水肿，代表子宫里面有淤血，好，这就是它的意思在里面。回头再看为什么，就是因为里面有子宫里面是水和寒，少妇里面水和寒的结合，因为水和寒的结合了以后，你月经经水从乳房下来，经过冲脉任脉下来到了子宫里面以后，遇到子宫里面冷的，冷了以后，你月经没有办法完全排完，没有办法完全排完的状态之下，这个经水月经呢，这个血呢就停在子宫里面没有出来，因为太冷。好，冷的话就不动，
好像冰川的山脏里面，这个常年好、哦、千百年都不会融化，这冷嘛，寒就是不动。那我们就治疗它的话，我们叫热。哦、当你知道寒热的观念以后，也知道它是寒造成的，那里面动作就很多啦。如果你不懂中药，不懂经方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用灸，针灸的灸，我们要给它去烧啊，给它去灸那个关元啊、中极、哦、下针啊都可以。好、哦，那这个，然后让这个小姐心情好一点，不然她心里不好，心脏在管月经嘛。哦、所以女人哈、哦，月经不好，或者是这个乳房有硬块啊，这个先生或者都很有关系哈、哦，这是不好，这个实在很不好。好，这就是这个病的原则。好，这个讲得很好。病者苦水，面目、身体、四肢都肿了，小便又不利，代表水排不出来，全身都水肿。脉他就是摸他的脉，或者是问他。好，不言水，反言胸中痛。这个病人呢？他，你看他全身水肿，可是水肿并不困扰他，他觉得没什么感觉啊。哦，他反而说胸口痛，好、哦，气上冲咽，状如炙肉，当为咳喘，审如失言，其脉何类？好、哦，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好、寸口就回答了，老师就回答了齁。寸口脉沉而紧，沉代表里，紧代表寒。沉为水呢，紧为寒，沉紧相搏，结在关元。齁、哦。这个条辨意思就告诉大家，这个条辨讲的不是很重的症。就是这个年轻的常常就水肿在那边。水肿的原因呢，可能是我做餐厅的厨师，我就每天站在那个火炉旁边。那火炉在烧啊烤啊，对吧，我的身上的津液不够。好、哦、那津液不够的时候，我就是喝水，然后日久以后这个水道系统就不正常，因为常常在很燥热的环境里面。还有呢，或者在很冷的环境里面。Anyway, 就是水没有发透，这个人常常就水肿。有的人常常水肿。好、哦、晚上睡觉下去脸是很正常，早上起来的时候脸变得很泡大一个。有的人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是每天睡觉就是早上起来是正常的。晚上睡觉以前都是脚都是肿的，然后在里面站太久，水就累积在下面。还有的人呢，全身都水肿。好、哦，那这种病呢，刚开始在年轻气盛的时候，年盛你不感觉到他很痛苦啊，有水病无所谓。好、哦，那等到阳衰之后，年龄大了，好、哦，营卫相干，阳水阴盛，因为年龄大的人阳气会慢慢衰竭。我们为什么要去练功夫？就是要阳要很足，好、哦，阳要很足，阳水阴盛。阳气衰弱以后，阴气很盛，寒结为动，肾气上冲，咽喉塞。我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，治喉咙的时候一定要会治肾，治疗肾。你如果不知道喉病是跟肾有关系的，喉咙病治不好。好，这里就特别强调了。正常人呢，肚脐下三寸，好、哦、关元。关元是小肠的募穴，所以小肠在这个地方，关元是代表向火的。好，正常的肠气这边燃烧以后，火好上来入肺，还有呢，肾脏在后面，好，两个肾脏在后面，在小肠的后面，小肠的火呢去点到肾脏的火，对吧？先天的命门火跟小肠也有关系，所以肾脏的精液呢直接上来。好，顺着我们的督脉一直上去入我们的脑部。好，刚刚讲的这个津液呢，甚至还有一个津液，除了从督脉进来，从命门这边进来进入督脉直接入脑以外，还有肾脏的津液呢也会回头，好，顺着前面的冲脉一直上来到我们的喉咙。好，到我们的喉咙。所以喉咙的问题，有时候你看到是喉咙好很好像发炎一样，里面热痛，好，里面有东西就梗到，实际上跟肾脏、哦、也有关系、哦、那肾气为什么会上冲？正常人我们为什么要练功夫练丹田？好，心寄心在丹田，因为阴和阳要合的时候，阳呢一定要有阴，阴要足才可以把阳包在里面，阳才能潜、啊、叫潜阳。所以我们常常说、啊、你不要生气啊，不要生气，一气的时候阳就上来了哦，那
这个潜要潜阳。那你如果说当你的阳不足的时候，阳不足的时候阴没有办法控制。正常人阴阳是互相控制的，阳足阴就不会乱窜，阴不足阳不足的时候阴会乱窜，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制衡的。好，那你现在年龄大了，阳衰了，好，阴就会往上冲。往上冲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发炎，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是肾气往上跑，好，阴往上走。好，那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肾气上冲到喉咙的时候，这个经过这个冲脉上来，会经过两个什么肋骨的地方。经过肋骨的地方的时候，医生一看，哎，这是流饮嘛，我们不是有悬饮、流饮、浮饮啊，流饮，看好，这个是流饮，我们甘遂半夏汤。医生一看，攻啊，大夏以后其实是误诊嘛，好，误诊，好，这个气息不去，好，这个病不除，病气还是往上冲，然后看看不对啊，病在上焦，开吐法，好，这个你发生在你岳母身上，你小心点，好，这个好，你看不对，病在上，我们采吐法，继续吐，吐了以后胃里面津液不够啦，那不开始虚烦，好，然后喉咙干燥，想要喝水，就小便不利，因为津液都不够啦，被你吐掉了嘛，好。哎，胃里面津液伤到，没有办法消化水谷，所以水谷不化，面目手足浮肿。这个条变呢，不一定是说医生以为是流饮误吐，而是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吃了死猪肉啊，吃坏了死猪肉，对不对？完了吃那烤香肠吃坏了，或者是吃到这个不干净的便当，所以我们去大陆旅游要小心点，哦，不要吃错了啊。那这个吐伤了以后，津液会伤到，好。津液伤到就是你吐嘛，还有人吃的东西是上吐下泻，因为你吃坏肚子了嘛，上吐下泻也会造成这样，有时候后之后上吐下泻之后呢，造成水谷不化，因为你胃经伤到了，好，里面的体内的津液不够了，也会造成手足面目浮肿。这个条辨的最主要的意思就告诉你，当我们要去治水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判定，一定要知道它的虚实。有的人呢，那个水病是假的，他你只要把他津液补足，他自然把他嘴里排掉。有的时候水病你必须要用发表的方法。好，我们前面介绍过，病在上焦，肚脐以上我们发汗，肚脐以下我们去利尿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全身性的水肿，我们也是发汗，好，用这种方式。好，简单讲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说那个医生看到他以为那个咳嗽吗，好，这个用停利大草丸停利去攻他，这个误诊哈，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好，但饮食又过度，腹肿如前，胸胁苦痛，像若奔豚，积水阳溢则咳喘逆哈，当先攻其冲气令止，好，乃治咳，咳止呢，持喘，他的喘自己会好，先治心病，必当在后。你看这段讲了很多，实际上重点是什么？实际上重点有两个，第一个，你如果说遇到这个病人是水病或者怎么样的，那即使你用停利大枣，你用甘遂半夏，用一剂下去，不会伤到他的。你放胆的用，那他这个病人不会有事的，所以你不要听看到说哇，老师肝水大急，好，吓死了，不会，好，即使你用错没有关系，好，只要那个年龄大的不要乱用，好，这个年纪轻的都可以用，好，阳气在的阳气足的都可以用，好，实际阳气足哈很简单，看一个人的头发，因为阳气是在往上冲的，冲上去，好。那这个头发越黑越亮的，阳气就越足，那个隐瞒不了的。好，那你如果染头发，就是黑的没有亮，黑的看不到光亮。好，所以头发黑亮，那阳气要足，阳气要足很简单，不要乱来就好了嘛。好，不要没事去喝酒啊，这样子好，打麻将、通宵熬夜都会伤阳气的。好，所以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医生看到他咳嗽，以为他是肺里面有脓疡啊，去攻他。啊，停力大招，戒备伤啊，怎么样？实际上都不对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开始治症。好，我们有风水，好，有脾水，有离水，好，治症。这两个处方，我是一天到晚在用，啊，一天到晚在用。这个风水脉浮身重，这两个。都是风水，老师你看这两个都是风水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身重，有身重
哦，就要用这个防己黄芪汤，无生重。好，我们就用月杯汤。好，月杯汤。好，我们来看脉浮生重，汗出恶风者，防己黄芪汤主之。好，腹痛者加芍药。那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呼吸很短短气的，我们加麻黄，对不对？好，诸如此类，有咳的加点杏仁。好，加减就是这样子。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风水，好，防己黄芪汤呢，好，它的汤方是这样子。防己，好，黄芪，白术，好，白术还有甘草，好，白术跟甘草，是炙甘草，抱歉。好，处方的时候呢，防己用一两，黄芪用一两，白术五钱，甘草五钱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因为白术呢可以去它的湿，生重代表脾在病在脾脏上面。脾呢主四肢，脾主肌肉。现在呢病人湿很盛，哦，水湿很盛停在肌肉里面。所以这个肌肉没有办法把这个水代谢掉。当它没有办法代谢掉的时候又重。重的时候为什么会病人会汗出，因为心这个身体因为湿阻，这个湿阻在齁。当你这个湿阻在肌肉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身上的水新的水要去取代旧的水。好，这是新陈代谢。可是呢中间一个湿挡道。因为脾是全身，肌肉是全身嘛，肌肉到处都有。因为肌肉里面湿很多。那新的水却没有办法代谢旧的水。啊，旧的水一停在那边排不出去。所以病人呢就会有脉浮生重的现象。好，那病人不断的流汗。所以他这个流汗呢实际上是因为湿太盛而造成的流汗。好，那病人来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在美国碰到很多这种都是冷气病。好，常常待在冷气间里面。然后或者是他工作的时候一下好到那个冷冻库里面去搬东西，一下又跑出来就很热，好，来回跑来回跑。结果汗表汗没有透发。表汗没有透发的时候，他慢慢湿就累积在身体里面去。好。啊，病人来的时候就会讲我这里很重。好，走路你可以看他动作就是很重。有一次呢我就看到一个病人看汗出身重。我就看防己黄芪汤，我一味药加减了没有，就是这四味药。给他吃一个礼拜回来，他说什么全部好了，第一天吃完通通好了，身重什么流汗都没有，通通好了啊，就是还是 stress, 啊，人很沮丧，压力很大，还那种吃西药吃到忧郁啊，这跟这个病就没有关系了啊，这防己黄芪汤非常好用。那由于湿待在身上会造成人虚胖，所以说诸位呢如果觉得小腹微凸啊，就这个啊可以吃防己黄芪汤。好，这效果很好，好吃的就知道，好，那你偷偷吃就好，不要讲出来。好，这个还有呢，我在临床上治疗淋巴癌的时候，淋巴肿瘤的时候，你看这个防己厉不厉害？在中医的观念里面呢，他认为防己入三焦的，好，入三焦系统，所以防己能够通利三焦。那茯苓呢？茯苓这个药呢？它为什么能够利水？因为茯苓呢能够生油，三焦的油往里面的油。所以如果三焦里面有累积到东西填在三焦里面的时候，那一定是水的气化，水的水道堵塞到。好。水道为什么堵塞？记得齁，你绝对不可能说有什么你吃的大肠，好，吃的猪大肠或者吃的这个豆腐干吃的饭跑到三焦里面堵到，不可能的。三焦是水道。所以当你湿很盛的时候，这个水道堵到，这个湿一定为什么痰堵到。所以病人出现淋巴系统有东西堵到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去紧张，它一定是痰凝，那个水太浓了变成痰堵的那个地方。所以说我在处方的时候，防己茯苓我加上什么
瓦楞子。瓦楞子呢，比如说我用五钱，为什么会用到选到瓦楞子？